那么做会呢吼？对啊，对啊，咱老店哦，太侪年啊，太侪年啊，太多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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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带环保袋哈？有都有带都有带。环保袋。动太厉害，动太厉害就拍起来，多漂亮！这个有研究过，它这个刚好分量啊，都 OK， 哎，不多也不少，都不会浪费掉。没错，吃多就不环保、你吃多，你身体里面对吃多对身体也不好，身体不需要那么多，结果变成糟蹋自己。还加点脑啊，要吃点脑。对，携带也方便哦。只要你环保观念，台湾就可以更好。对对对，要么政府直接走。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记者呢在报道新闻以前啊，就拢爱从今仔日的新闻出来吼，伊拍入去伊的现在拢手机电脑真方便嘛吼，拍入去手机电脑，现在来报新闻的时候，只要查了。所以免过一条。如果有插播新，有一些是刚发生的，有你现在会临时通知，所以一路过过来的。好，好，好，好。那个很方便，你以后自己可以做一个，对不对？对呀。那个主台呀。这个过关的吼，让你念。本来呢，这个花束啊，我那放在家，让恁家己去。但是呢吼，大家拢头一摆来吼，干那看这字都看到雾煞煞，嘴甲手呢，袂配合，袂招魂，袂配合，小朋友乱了是手的嘛？哎呀哎呀哎呀，袂配合啊！所以呢，今晚呢，这个呢，这个花束拢由我来控制啊。嗯，然后你今晚在念吼，你今晚看我手势吼。哎好。你的衣裳吼，你都招来加工了，好好好，来啊，因为电视开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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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旁边的拉链开始念了了，全球的观众了。来，等一下，你躲一下，我跟你讲哦，你今晚哦，放下手势，我手来压起来，你就准备去念啊，我手啊放落来，你就开始念啊，啊头出哦，我手啊放落来，啊你就。全球的观众，你好，你好，这时阵爱共行咧，爱共全球的观众行咧，好，来，来，你起，开始。全球的观众，你好。好。欢迎收看《慈济要闻》，我是大爱主播林秀琴，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南非的歌声。南非的人口约有5000万，约有其中大约有79%的人口的黑人。南非的慈济人在当地深入社区及部落，为当地的黑人孩子盖学校，并且教导他们慈济的人文精神。南非的孩子还学唱了台语歌及中文歌哦。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南非的黑人朋友怎么用歌声来表达大爱比地球村的理念。好，很好，今晚好，口齿清晰。大爱地球村的理念要好，今晚不是讲清楚。